退场，那现在球队还有三分的领先。右边方向的飞球在界外区，一垒手接杀了这个界外飞球。有没有出棒？主审说有。那捕手球捡起来，用触杀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三振的两出局。这个球有没有机会呢？在界外区，一垒手应该已经锁定了。这个飞球进到了林培伟的手套当中，也结束了这场比赛。那裴瑞兹上来关门成功啊，让古林瑞阳收下他的第八胜啊。而且同时对四平赢球之后，也终止了三连败，终止了对战乐天队的三连败，也收下了在台南球场的五连胜。那古林瑞阳拿下第八胜，而至于陈科仪，其实今天虽然四外球保送出现了很多啊，但是在前六局的压制能力也还不错啊，并没有把场面搞得很热闹啊，那并没有让这个失分扩大，但最后还是要吞下这场比赛的败头。那这场比赛的胜利打点是林安可，在三局下半的四十安打。那谁会拿下这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呢？要请您稍微休息一下，再回到台南球场来揭晓。